阿古，各位不玩阿古，你让我玩阿古，还不如玩你玩让我玩个球，还不如玩让我玩个锤子。到达胜利之前，对不对？无法回头。我清一下嗓子，各位。欢迎来到王者荣耀，敌军还有五秒到达战场，请做好准备，全军出击。这体验服钻石段位的排位的话，相当于差不多百星了啊。不过的话，参差不齐，什么现在的话，什么实力都有，什么水平都有。抢过一把游戏里面的话，最少有三四个吧，估计的话有三个左右，百星水平的。发现一个白星选手，弱者才在乎虚荣。设置有问题啊。人总得有个活着的理由。
欺辱。一个 buff 都不给我，这是。你的脑袋里好像少了些什么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防御塔护盾消失，炮车出击。这个免伤，减伤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没蓝，我这把游戏拿不到蓝了。各取所需而已。感觉玩着还是怪怪的，我这技能。水枪，不连体验服里面也有人玩水枪的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人总得有个活着的理由。别喵了，能不能把兵给清了？我操！我顶你个肺呀！技能还是奇怪。好不灵活呀。各取所需而已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Enemy killing spree.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 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 Enemy. 这个无固定没错呀，现在新版本的话，它又换了，它设置又换了，我发现。然后我打着好奇怪啊，打别的英雄还好，打韩信这个英雄的话，太需要这个技能操作了。哎，我真烦他这个设置干嘛要老是更新啊？更新完之后的话，他变得不一样了。捞是真的捞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技能灵敏我已经设了呀。你的脑袋里好像少了些什么。
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无需再忍。人总得有个活着的理由。收到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This time you cannot move on, but you should know I waited for you even if I tried. 无需再忍。我靠，这伤害有点高。我方高地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再耻辱。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 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 This 把打完，我得研究一下那个设置才行。这个新版本的设置变了。就很奇怪，操作的很不顺，很不顺手。这个达摩又送了。忍无可忍，无需再忍。现在是打不了的，各位，正服是打不了的，我打的是体验服，明天才能玩。我现在打的是体验服的新版本。雕虫小技而已。何人无需再忍。老夫子，老顽童的一个皮肤，新皮肤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好像老夫子这个老顽童的话是新赛季的赛季皮肤。忍无可忍，无需再忍。人总得有个活着的理由。收到。我操，好硬。Shut dow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An ally has been slai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滚来滚去的，跟打桌球似的。你的脑袋里好像少了些什么。经济落后，先发育。称，不过是胜利的又一个写照。忍无可忍，无需再忍。没错，各取所需而。
样。You have slain an enemy. 大招已经好了。这你这枪太随缘了，真的。人总得有个活着的理由。变废什么都不嫌多。奋力逃吧。发起进攻，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你的脑袋里好像少了些什么。我去，没办法。我方水晶正在被攻击。You have been slain. 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 我方水晶正在被攻击。Executed. 我方高地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我那个技能设置怎么回事啊，各位，这新版本有人知道的吗？给我一个目标，还你一片寂静。我研究一下啊，各位。有哪里是新的设置吗？我那个技能用的好奇怪，就感觉不灵活，没办法随心所欲那种。等等等等，我看一下啊，跟随手指滑出，在哪里啊？新版本有镜头智能偏移，那是什么鬼？忍无可忍，无需再忍。可以了，我刚刚不知道设置了哪里。刚不知道点了哪里，点的，然后的话现在可以了。弹性真的很靠技能的，特别靠技能，靠操作的。轮到敌方禁用英雄。现在体验服哦，钻石段位哦，水平真的参差不齐。刚刚的话，对面有两个白星的，我们这边没有，我99星的，然后其他的都是。